好，我是慧慧，今天受邀来到了金样春季高定时装秀的会场，可以看到后台是非常的忙碌，好奇明星造型大师们都用什么样的神器呢？就让我来带你们探索一下吧。这就是科西水光等离子吹风机，除了一分钟速干头发，它的 No 吹一加二滋养科技直接拯救稻草头，27亿等离子加一个活性精华蛋，带来蛋白矫正级的柔顺体验。您觉得吹完之后这个柔顺度和光泽度怎么样呢？非常好的。那您吹完整个头发需要多长时间？有被它的时间给震惊到吗？五分钟大概。来自秀场新宠的科西吹风直发器，它采用 Airflow Lossless 气流无损黑科技，利用120度低温气流造型告别热损伤，吹干拉直一步到位，让头发垂顺有光泽。面对全球第一个湿发黑科技，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？你湿头发的时候也可以去使用到它，就还是很神奇的。那这么一个黑科技的产品，您想拥有它吗？真的很方便，你想立马就想拥有一个。2024年科西超火的精油梳采用了 EO Amazing 雾氧科技，3秒雾化精油瞬间抚平毛躁，让头发柔顺亮泽还不贴头皮。您觉得效果 nice 吗？就如果头发打结之后它能梳开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吗？对，它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就一梳基本上就很柔顺了。那您能评价一下梳完之后它的光泽度如何吗？梳完的话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好的。今天见识了国货之光的强大实力，不愧是科西护发造型大师。